下一集。我女人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不是很乐观。如果她这一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我一个人该怎么办。总之你继续保持现在这个势头，我保证我们一起成为千万富翁。别把自己卖给这个斯文败类，他只想骗你上床，才不会对你付出真爱。你管我那么多干嘛？你有没有想过后果的？你对慧妍是不是余情未了？谢谢你出现在我的行程里。最后第四集，明晚9点8频道。你看了吗？还没有？你还在等什么？记得上 Togo 观看。谢谢你出现在我的行程里。那年的我们，迫不及待想看本周的剧集，你也可以上 Togo 免费优先观看。以上节目是由。